昨晚，全新一代 DS 四在国内正式上市，新车多少有些出乎意料，没有进行任何的妥协，起售价超过了26万元，低配车型落地就要达到30万元左右，这个价格买一台紧凑级的两厢车，只能说信仰也是需要钱包支撑的，爱你真的不容易啊。车型本身倒是没什么可说的，外观是真的帅，前脸采用了最新的家族风格，双层的大嘴格栅有着简洁的镀铬饰条进行穿插。大灯组则有着倒梯形的造型，内部依旧是动感的水晶式结构，外侧引入了家族最新的双弯折式日间行车灯进行点缀，恰到好处的前唇翼片又多了一丝跨界的感觉。车身侧面是整车最为迷人的角度，介于溜背轿跑和普通两厢车之间的特殊线条，犹如艺术品一般，多段式的动感腰线，特殊的低柱造型，下坠的车顶等元素，无不融入了法系浪漫的核心精神。在车尾部分，贯穿式的尾灯两端有着水晶式的璀璨光源，不点亮时呈现镀铬的色彩，刚好与中央的装饰条相连，点亮之后又足够的绚丽，显得相当高级。内饰同样天马行空，环抱式的中控台采用了嵌入式的屏幕，并没有盲目追求悬浮式的流行时尚，液晶仪表盘甚至采用了接近方形的造型，处处彰显着个性和不同。扶手箱前段区域还嵌入了第三块小尺寸的触控屏幕，将艺术感和科技感有机的结合。在动力方面，新车搭载了 1.6T 高功率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15马力，与之匹配的是一个 8AT 的变速箱，数据确实不低，但对于30万元这个价位来讲，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。从 DS4 的定位来看，可以算是没有竞争对手了，说它是对标奥迪的 A3、奔驰 A 级、宝马一系，但哪个车型也没有它这么贵，落地价格差了10万左右。对标奥迪的 A4L、宝马3系，价格倒是对上了，定位又不合理，所以 DS4 终究只是态度，而价格又是态度的一部分，未来能有怎样的表现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。